个好久没有一起休假了耶。对啊，终于有一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了。真的，而且今天那个偷窥狂都没有来乱我们哎，好开心哦。哎，乐乐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？你看那个秦子琪那么穷，怎么戴得起那么贵的表啊？那只表卖了都还有20几万，可以拿来陪红酒哎。谁知道啊？哎呀，我看他那只手表啊，一定是刷卡借现金买来的，他就长得一脸卡奴样啊。哎，怎么没电了？没电。没电嘞、欸，今天停电吗？怎么会？楼下布告栏又没有贴通知。哎呀，怎样？一定是那楼下那个北七不知道干什么好事，所以他们跳电了啦。陈姓人，我买了一间豪宅送你，免费。子琪，谢谢你，我终于拥有自己的猫猫屋了。Baby， 不用客气。我问你，我跟余承风谁比较性感，谁比较 man？ 当然是你啊，大师不过是个屁。那我跟余承风谁比较成熟稳重？当然是你啊，大师只是浮云。那我跟余承风谁比较温柔体贴？你。那我问你。到底是谁帅到掉渣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秦子琪。你这大辣才给我开门！干嘛啊？秦子琪，你真的是破坏王哎！让你的邻居真的帅到掉渣。怎样啦？家跳电了啦！你家跳电关我屁事啊！一定就是你这奢侈鬼，秋天还看人戏，所以害我们家跳电啦。嗯吗？干嘛啦？我没有开冷气，我只有开电风扇啦。装什么可怜啊？自从你搬来之后，小白屋风水都萎靡了啦。看破啊！哦，秦子琪，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秦子琪，你好幼稚哦！你休假的时候到底都在家干嘛？说的坐劳作就是这个。好变态！我做什么关你屁事啊？你们家是不是跳电？需不需要我上去修？行不行啊你？你会吗？我告诉你，所有事情我不敢讲，跳电的事情我最拿手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走啊！走啊，怕你哦？怕你不会。要是修得好的话，我买芭比娃娃送你。还是你要肯尼呀？买肯尼好了。十字起。十字起。不就是电线脱落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、啊？想的跟真的一样，我看你根本就不会。虽然我主修气管，副修经济，但电箱这种东西，我告诉你，怎样？消儿咳。什么消儿咳？我看你根本就笑笑什么都不会啦。我看你是主修戏剧，副修声乐啦，讲的跟真的一样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十字起。这次对了吧？
秦子琪，秦子琪。城市像一座迷宫，但我无所谁说一个人不能走出，与你相爱。没想到平常那么过动，睡着的时候这么帅，这么可爱。你很清楚，我慢慢重组。子欣然，老于，你怎么不来啊？你好久了，心情不好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问你呢？其实我跟魏明娜分手，完全是因为你。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？也许我们两个都适合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我还以为你从来都没有注意过我。我是认真的。我警告你，你最好离沈先生远一点。要亲也是我的权利，他是我的人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秦子琪，你被电晕了还可以做春梦哦，一脸色眯眯的样子，你想亲谁啊？你梦到什么？看什么啊？没什么。没什么。既然醒了就赶快滚啦，色胚。大师嘞？什么大师？你脑袋是不是电坏了？晚安。